今日嘅香港穿梭重点有：国民教育同人民学科同资讯科技组组进行咗遵守法规嘅班级文比赛，承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专题展览；而中三级举行咗班级比赛，而分咗六个回合，六角以分咗两回合，以六角安全作为主题。纸糊雕塑作品展喺4月嘅时间喺图书馆举行，而今次亦都邀请咗中心文学制作咗呢啲咁嘅纸糊嘅雕塑，作为系形态生动嘅兴趣。香港亦都合办咗龙文化书教育荟萃嘅千人龙书法活动，让同学可以学习咗中华嘅文，了解到中华文化。杨永镇、彭伟超同朱胜林喺师兄陈仁宝嘅带领之下，去到数码港参加2024年全港学界无人机取路人机比赛，后来获得奖项。大家收睇今个星期嘅香港穿梭，我系 Aaron。睇下今个星期嘅，睇下先第一节嘅报道。首先是国民教育科与人民学科资讯教育科技组进行的遵守法规班制文特比赛，承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专题展览，中三级周会进行了遵守法规的班制文特比赛，促进同学对守法责任感和国家安全的认识。比赛分为了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知识，以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资源和生态六个安全领域作为主题，各组要透过网上即时互动平台，劲快作答了20条题目，争取最高的分数。排名首10队可以进入次回合情景。这次要求学生置身在其中，解答15条和各类法规相关的疑难。而各班均有了组别打入10强，最终由 3A 班的第一组力逐作为群雄的轮员。由观察可见，活动的气氛亦都热闹，真性过程极激烈。同学能够善用资讯科技作为学习工具，不单止增加学习的趣味，更加鼓励同学同在同侪之间与同他们学习交流。当日黄志伟老师、李汉来老师参加上述活动。跟住睇下啦，猫晴晴纸糊雕塑嘅作品展，视觉艺术科喺图书馆举办咗为期4日嘅猫晴晴纸糊雕塑作品展，展出咗旧年中三同学嘅制作嘅纸糊雕塑作品，形态亦都系有新趣噶，为图书馆增添一点活力气氛。而活动入边已经结束咗今次活动，这个亦都系当年嘅作品。当日郑永生老师和简 Sir 参加上述活动。香港另外，香港合办了龙文化教育荟萃千人龙书法活动，让同学从中体验中学习解的中华文化。为了提升同学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欣赏传统的文化之美，香港同一眾南區學校合辦了千人龍書法活動，多間中小學、幼稚園集齊齊參與，在今日下午一同學習龍字的五種字體書法，並且即場握筆書寫，體驗下漢字的特點和中國書法之美。同學表現非常投入，並且今次活動亦都大有意義，完成書法之後可以任務之後就可以看到他們欣賞不同同學的作品。4月27日星期六，本校的同學梁永鎮、彭偉超和朱勝林在師兄陳仁鳳的帶領之下參加一年一度的全港學界無人機挑戰賽，同學在激烈的鬥爭情況之下，拿到手動操控的一級認證和編程項目二級認證的獎項。多謝同學的努力，亦都希望透過這個比賽學到臨場的應變和團體合作精神。當日林曉峰老師參加上述活動。
我哋先一些阵，转头翻嚟有其他消息。呢一条频道每日环环紧扣，分秒必争，主打不同嘅新闻资讯、K-pop、铁路、宗教、生活等不同资讯，将媒体透过社交媒体传扬开去，连接到全世界，一齐迈向未来。聚焦 Aaron， 放眼世界，最快最新嘅尽在 Aaron 频道。在4月28日举办了港岛防骗灭罪跑的活动，目的是透过健康身心的长跑活动，配合摊位的宣传，提升青少年对日常防面的灭罪知识。至于长跑活动，虽然落住微雨，但是主办方和多名义工的指引和协助之下，比赛能够顺利完成。而王家兴在男子少年组的比赛中，更加在组别赢到第四名，恭喜王家兴和一组参赛的同学，希望活动入边提供身心健康，亦都提高呢个防骗意识。另外，学校亦都较早前获优质教育基金嘅资助，推行阅读预读计划。除咗持续优化学校嘅图书馆之外，吸引同学去到馆内阅读之外，学校亦都特别推设咗阅读奖励计划，鼓励大家积极阅览唔同类型嘅书籍，拓阔视野。奖励计划已经顺利完结，并且在4月29日的早会入边，由校长颁发证书俾获奖嘅同学。首先，金奖包括有张叶云同邝立信，银奖是金元宇同刘奕峰，铜奖就包括陆永俊、钟康桥、温子豪、李云熙、高家乐、滕展合桓、杜子轩、何少伟、林乐熙、滕耀星、余俊伟同李俊豪。亦都喺呢度恭喜获奖嘅同学，呼吁大家继续支持图书馆嘅活动，希望空闲嘅时候都可以睇下书。喺节目结束之前，今次咧慈友目录咧有一个特别嘅短片，叫做《开心》，由林神父分享嘅。慈友会中华会省会省会喺每年嘅圣多明爱三维号瞻礼前后，都会举办慈友嘅圣召日，而邀请各院校嘅男青年参加，鼓励他们认识思考慈幼会的圣召。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放映一个慈幼会会事的圣召故事影片慈幼目录。今年我们荣幸邀请到林神父作为嘉宾，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圣召故事。林神父曾经担任过慈幼会的中华会省会长，现在在香港担任我们的校监和宿舍社监。在香港的青年身上，他发现到真正的使命，就是服务社会上最需要的青少年。到底林神父如何去逐步发现自己的圣召和使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依靠天主去努力装备自己。今年因为天主关系，慈幼圣召日的活动要被迫取消，但希望大家可以呈现着林神父的圣召访问。慈幼目录开心，林神父也都说，我觉得很开心，真是无谓的，因为在这个正是最有意义的生活。在这里我也都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看看这条特别的短片。不用想啊，我立刻说很开心。我这个从来没那么开心过，真是无憾啊。林仲伟神父曾经担任慈幼会中华会省省会长，现在是香港仔工业学校的校监和寄宿部的社监。是什么原因令到他年轻的时候决定加入慈幼会和成为神父呢？我怎么认识慈幼会呢？就是当年呢，我入了慈幼会的一间小学，就是圣雷斯小学。就是很奇妙地呢，就是在读小五的时间呢，就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小备证。那时候神父讲了一句说话呢，刻骨铭心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个仔做了慈幼会士、神父或者修士呢，三代都可以升天堂。哇，那时候觉得哇好啊，三代那时候觉得啊挺好啊，挺抵啊。究竟什么叫慈幼会士呢？根本都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呢，
當時我是小六了，我是不知點解喎，突然之間很神心，就朝朝早咧就去聖律師的小聖堂參加彌撒，就俾當時嘅聖律師的校長都是神父嚟嘅，就發現到啦。咁就喺一個小息的時間咧，就撞到我喎。咁小朋友，你放學的時間嚟見我。咁好多時候我都哇見校長啊，都驚驚地咩事呢，一見到佢咧，好直接要當冇話要氹你乜嘢，就即刻問小朋友，你想唔想做神父啊？我咁直接喎。咁我嗰陣時候得個十二歲，我都唔知點答。咁於是佢話好啦，你同你媽媽下個星期日嚟見我啦。咁於是喺星期日咧就見咗呢個校長。呢個校長姓林嘅，叫林蔭清神父啦。咁就喺嗰年喎，就1963年，就係8月5日啊。就係嗰陣時候，聖律師咧有位神父咧就係開車就車我入咗備修院啦。咁就開始呢一個慈幼會嘅生活啦。林神父在修会入面最深刻同埋喜悦的经验，亦都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仰赖住天主的恩宠，他努力奋斗同埋跨过挑战，成功将困难化为祝福，为将来的使命装备好自己。可以咁讲，我最喜悦的经验咧，就系当时咧，我系读呢个伦敦大学校外的学位，就唔需要去英国伦敦读嘅，喺香港读嘅。那些叫 external degree， 那是等同去倫敦大學畢業的。他原本的大學的課程呢，如果你是叫做讀的話呢，就是要4年至5年的，那我們呢就將它縮為2年 full time， 真的很密集式去讀它，每天讀成8個小時、9個小時的，非常之痛苦的。我們選了讀什麼科目呢？選了讀這個的哲學。咁哲學你知道好抽象嘅，有陣時候啲問題咧都不著邊際嘅。咁點樣讀法呢？我哋就揾到一個好嘅方法，就係買歷屆試題，之後自己分析，佢多數會出啲乜嘢，就估佢會出啲乜嘢。咁即係好似魚翁殺網咁樣啦，讀多少少咧。咁自己咧就每個星期就困自己間房咧，就係即係3個鐘頭去試做一屆嘅試題。如是者就2年，到到個人咧直情呆滯咗。我曾經諗過咧，就係抌曬啲嘢，燒曬佢。我自己咧，我坐喺度15分鐘，我想瞓覺啊。於是咧，咩方式你都錯過啊，企喺度啊，踎喺度啊，行啊。咁後來咧，我就揾到一個方法咧，係令到自己醒啲咧。咁幾時咧，我清醒嘅時間咧，我就錄低啲粵曲。我唔清醒嘅時間咧，就將錄低嘅粵曲播出嚟聽，咁於是者就捱咗2年，真係好痛苦，每日8個小時、9個小時。咁但係當嗰、那個考完啦，喺6月嘅時間考嘅，佢到到11月嘅時候先放榜。呢5個月咧驚到不得了嘅，因為一科唔得都要由頭考過。好啦，咁去到最後咧11月嘅時間公布成績啊，當睇到嗰張成績單，你真係開心到不得了，而且成績係超好喎，即係我自己都估唔到咁樣嘅成績。喺呢一個痛苦當中啦，你會睇到即係自己嘅邏輯思維啊，自己嘅叫做表達力啊，就喺嗰度慢慢訓練出嚟嘅。作為慈幼會司铎，佢曾經擔任修會嘅培育工作同埋學校嘅工作。亦都擔任過中華會省的省會長。我就是1981年升神父，升神父之後的3年咧，就喺慈幼修院嗰度工作，去培育當時的叫做哲學生。咁嗰3年為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的3年啊，即係令到自己的性格都能夠叫做沉澱得落嚟啊。咁後來就我自己申請噶，我知道聖律師的校長嗰陣時係Father Dean咧。身體不好了，咁我想想我是聖律師出身的喎，係嘛？我翻返去聖律師做，其實我覺得係應該是好事嚟嘅。我自告奮勇咧，就向會長申請咧去聖律師做。咁開頭嗰2年喺嗰度教書嘅，喺聖律師教書，跟住就開始做校長啦。做校長是1986年，咁做了15年校長啊都。後來咧就輾轉咧就開始做會省的工作。在2006年咧就做省會長。所謂活到老學到老，當林神父卸任省會長之後，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
佢肩负起香港仔工业学校重开寄宿部的使命。在这里佢学习到怎样成为一位慈父，同埋深深感受到慈幼会圣召带俾佢的喜乐。我而家喺香港仔工业学校咧做社监，咁管理140个宿生，咁啊成个过程咧系好微妙嘅。你睇到天主嘅手喺度，你睇到圣母嘅带领。当年咧系2011年我仲系省会长。我就收到呢個香港一個老師一封信，話要救學校，如果唔係學校可能咧就會閂埋，因為冇學生嚟。咁我收到個信息之後咧，嗰個老師仲提議佢話咧，點樣嚟到去幫助香港咧？唯有重開寄宿部，寄宿部已經停辦咗20年啦，重開寄宿部，哇，好大件事啊！跟住有咩人手咧？人手係最困難嘅。當時我哋會省嘅人手都越嚟越少啦，又年紀大啦，正係想縮減啲事業，而家又再開多個。咁但係為救香港咧，其實又係要嘗試啊。於是嗰陣時候即刻拍板咧，係要重開寄宿部，因為香港其實好多家庭咧係好多困難嘅。而家有我哋個寄宿咧嚟到幫佢哋啊，係解決屋企嘅問題，我覺得係真係得無量嘅。呢、这、一個嘅寄宿咧，當然第一個目的，我哋想達到咧就係救校，等佢唔好咧被閂埋啊。咁但係發覺原來咧救校有少少自我咧，其實最重要係救學生，呢、这個係慈幼會嘅目標。貧苦無報呢一班就係貧苦無告嘅。咁跟住咧又睇下，原來咧都救埋佢屋企喎。因為有些家長自己都有情緒，最後我覺得 是救了我。我是一個很行政主導、一個很酷的人。因為在聖利斯那時候，我做校長差不多叫做惡的，很惡的。來到這裡，我真的 要練習去學做一個慈父的角色。以前我很少笑，現在你要笑很多。現在你發覺行政的手段解決不到情緒問題的，你只是要陪伴啊，在他身邊啊，亦師亦友啊，那個學生才會在你身上呢，他看到這份的關愛，他就有一種自重的感覺，他自己珍惜自己，那他從而呢就走回一個健康的路。如果有人問我，神父你現在開不開心啊？以前我不知道怎麼答你，又開心又不開心啊，是吧？現在我不用想啊，我立刻說我很開心。我這個從來沒有那麼開心過，因為 你找到自己的生命那個意義呢 是那麼豐富，而且是可為的，真是無憾啊，而且是不單止無憾啊，而且是令到你的生命呢是更加豐盛的。在辨別聖召的路上呢，其實我覺得是有幾樣東西呢是需要問自己的。咁第一咧就係我想唔想有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另外，你同呢個青年嘅接觸，你覺唔覺得有一種嘅興奮，有一種平安，有一種舒服感，有一種嘅好似係朋友嘅嗰種嘅心態咧？如果你有嘅話咧，我恭喜你，你有慈幼會嘅聖召嘅一個起步點，因為你愛青年。同埋咧，你嗰個宗教感咧，開頭入嚟嘅時間都係可能好普通啦，但係你唔抗拒宗教，慢慢你會覺得嗰個祈禱生活咧，為你作為一個前線工作人員係咁重要嘅，你接受到，慢慢咧你會開放自己咧，天主恩寵會嚟嘅。好多謝慈幼會中華會生嗰邊嗰、那個個頻道嘅提供嘅資料片段啊！今日嘅香港穿梭就到呢度，而家我喺度呢度播出，就到咁多，下星遲啲再見，拜拜。